哎，今天出来透口气儿，让张大姐这饼糕店吃一份饼糕。你这嗯，前两年这马店儿这生意，就这个季节，那你还能进来，那得站着吃，拿着冰棍儿在门口站着吃。还现在就是这种情形，但是还有烤肠，马店儿的小烤肠。这个小面包多少钱一个？马六耳朵红肠，还有耳冬肠，看这多少钱啊？耳冬肠是39.8，它就有一个最便宜的，然后是10块钱一份，特别好吃。看这个是价目表，我请问10块钱一杯那冰糕还有吗？有。嗯，您好，我来一份。哦，对，你好，小冰糕，这也难打的，10块钱几勺？这是3勺是吧？说完了，今天和大家聊这些，我也要走了。喜欢人姐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